因为有朋友要找祖母绿，所以我季节就播一播祖母绿。其实最近因为红宝、蓝宝都涨了很厉害，作为三大宝石的祖母绿肯定不会落后的，它最近也涨得非常猛。大家看到最近拍卖行拍出一个是1000多万的37卡拉，1000多万啊，所以就是它也是创了历史的新的记录。所以就是祖母绿是一个马上要是涨得很快的一个宝石了哈，那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货了，所以也是老价钱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赶紧订阅频道接微信，这些虽然是老价钱，比现在便宜很多，可是我们还是给大家打个95折，然后因为它现在是黑五价了，数据都很好了。祖母绿这个非常大，钻石也非常亮，2500。讲白了，你现在定做这个座子都不止2500 ，setting 都不止2300。数据都在这里了，这个1880 ，emerald 3卡拉多，哇，真的很超值，老价钱了。它当然有一点硬枯损的，祖母绿是秘密的花园，肯定有硬枯损的啊。然后这个是钻石祖母绿1050，95折啊，95折都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哦，有不同的是同一样的吗？一样，对，1050一对。哦，这个是不是祖母绿，这个是翡翠呀，490的95折啊。3.6克，248的，哇，太超值了，95折。那这个就很像样了，啊，1180的95折，18095 18K 钻石 emerald 1卡拉20多，118095折，这只有以前的价钱才有这么好，14K 4.8克。400块95折，400块95折，这个就300块95折，300块95折，哇，价钱都很好，799的95折，799的95折，最近祖母绿节节高。这个1380的95折。1380 95折 ，emerald 钻石，还有一只要找一找，找一找啊。这个哇，这个也很漂亮，900块95折，钻石1卡拉钻石。哦，这个是1000。那这个每一边都差不多1卡拉，1995折，质量也很好，1995折。这个哇 ，Marquee Emerald 1380 95折，1380 95折，3999 95折，哇，很超值，3999 95折。这个多少啊？13895折 ，Oh my god！ 对，这个我要找找，这个少了一只，这个另外一只要找一找。哇，你看多亮！这几条真的好多年前的了，对，东西卖不当时没卖没所谓的，你反正随着时间肯定它是涨的，是不用担心的。这个14K 7点多克，999一条，现在三个数字的几百块的是真的没办法找得到的，999一条，7点多克，祖母绿超过6卡拉，有钻石 OK。
那这个1480、1450、1450，钻石 Emerald 一卡拉，那亮。哇，这个哇都是很好价钱，1680老价老价钱，2300 Emerald 18K， 哇这些都很超值，很像样的。那这个好像有 K 哦，不同款的 K 王 K 好像不是一样款的，这个3895只是 4K Emerald 三卡拉多的数据都在这里，是只是 K 钻石。我记得有一个 K 白的，可是好像 Princess Cut 就方形的，那钻石多亮啊！3895只，这个看看。这一条哇6595只，钻石7卡拉5 Emerald 3卡拉1 14K 19克，你看亮爆啊，真的亮爆亮爆闪爆，哇这个就4595只，7.1克耶，这地狱金戒哦。但是这个啊同一批的1500的95只，1995只14K， 4595只。哇祖母绿3395值 18K 29.2克，钻石大概2-3卡拉， Emerald 也差不多2卡拉左右，你看这个很超值，3395值。6895值，这个 Emerald 就不咋地，可是它钻石很咋地，1100 18K Emerald 漂亮，钻石更亮。那这个是 Alfie 14K Emerald 4卡拉，那这个是 Tennis2499，这个大中小都有的，有大很大的249995只，正常要9000多的95只。这也很重，6.8克，999 Emerald 也很好。我刚才看到我有一批手链啊，小手链，那这批还没打开，因为下一节就打开，然后再播。哎，那这个，哇，2600超值耶！钻石一卡拉多18K 2000，3900两卡拉 PT， 超值。这个2600 14K 啊，钻石一卡拉 Emerald 这里有这个三卡拉一卡拉多，
六卡拉左右，因为这些很大很大个。好，这个 part one 呢，我们现在一会再来 part two 跟 part three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请大家订阅频道加微信，谢谢大家。